我教你看个东西啊，这里面有一个那个派币的那个 APP 呀，你打开这个。你去找到那个有一个生态，叫这个 DolphoPy，这应该是派门户的意思。这里面有好多数据啊，你点开它，然后打开 APP，然后点这个上面打开 APP，你看到没有？等一会儿，这里面清清楚楚的，你知道吗？钱包数，那今天增加了8484个，总的钱包数是247万映射的啊，这是映射的。然后今天映射了币，总的映射是个十、百、千万、十万、百万、千万、一，17.8亿，对吧？今天映射的是个十、百、千万、十万、百万，这个数据每天都不一样的。已解锁就是流通的。流通的平台有4.59亿，今天多少亿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，今天有100多万的币解锁了呢。下面是活跃的钱包数，这是操作池币前十的，对吧？池币前十的都有呢，哎，这个挺好的啊。然后你再点这个啊，点这个。点这个看一看，映射的可索取的余额，这没有。钱包，持币数前十。你可以看啊，你可以看的就是说，派币分布，派币分布，分布完你多少，那这上面都很清楚的。比如说，你的是1000到10000是红色的，占34.4%，对吧？那这么多是34.4%。然后比如说我这个是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万以上的，十万以上的是这个蓝色的吧，6.2%，是吧？6.2%，这个是应该是10万派以上的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行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，然后这个是应该是，这个是多少？那这里面的很清楚的，对吧？这个最多1000到10000最多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8000多万呢，个十百千万十万，还有这个，那这个黄色的这是100到1000的最多的，对吧？100到1000的，其实你进去这个挺好玩的，这地方你可以切换成简体中文的。